家用日光灯灯管简单的三种接线方式。第一种，漏宝控制灯开关。第二种，开关控制。第三种，双控灯的控制 ，L1 接 L1、L2 接 L2 COM 一端接火线，第二个 COM 接灯的控制线。第三种，双控开关控制灯管。这种接线方式适合楼梯间控制灯的开关。看了视频不会的老铁，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我的视频就点点关注吧。